珀莱雅化妆品20周年庆典活动。20年的耕作，20年的汗水，20年的成就，今朝再谱新篇章。法国瑞安商会永远名誉会长许玉清先生，热烈祝贺珀莱雅庆典活动圆满成功，祝愿珀莱雅在侯君成董事长的带领下，再创伟业，再创辉煌。